报的台视晚间新闻，我是林佳琪。新闻开始带您关心晚间的最新消息，来看到台中这起溺水意外。台中大安区有四名国中生，他们下午相约到大安滨海乐园去玩水，四个人边走边玩，不自觉的呢就走到了离岸边一两公里远的地方，这时候他们才发现海水涨潮了，赶紧要往回走。不过呢，其中一个人他不小心不幸被大水给冲走了，而消防人员将他救起来的时候，他已经没有生命迹象，紧急将他送医急救，不过最后还是回天乏术。